为了提供更加好的幼儿教育环境，同时照顾乡内弱势家庭和学龄前的幼儿，惠东乡公所是自筹着1亿9000万，举办乡立联合幼儿园家的文馆的兴建工程。13号早起哦，嘛来举行一个动土典礼。工程预计讲伫个112年来完工，到时阵讲这个联合幼儿园将会来招收着3岁到5岁幼童300名，给文馆的部分会当提供着共享、共生、共学的多功能亲子服务空间。开心上乡祭拜天地了后，花坛乡联合幼儿园甲艺文馆正式动工。开地平安，根深蒂固。花坛乡长郭新民表示，就任了后，这个由卫生的花坛乡办公厅舍甲乡里幼儿园，经过两年努力，加上代表会、县政府的帮忙，才有今仔日的动工典礼。管户吼的补助，啊，咱代表会的支持，所以伫咧短短两年的时间，咱的公所就发到。用到1亿9000万，要来起到咱的幼儿园、甲咱的艺文馆、甲联合办公厅舍，哦，啊，就工期380天，希望咱会当如期完成，让咱花坛有一个好的受教的环境，让咱大家有一个好的办公环境，搁有一个真赞的停车空间。馆长王惠美指出，花坛乡长就任才短短两年外，地当去合作困难，按找经费、设计到动工，用这么紧的速度来完成10多年来花坛乡民的期待，非常不简单。欢喜看到这两年来，咱的这个乡长克服各种的问题。那我们呢，总共耗资了1亿9000多万的经费，在这边盖了我们的艺文馆，充实我们未来乡亲的艺文相关的活动，盖了我们这个联托。那未来呢，我们孩子有300个可以在这边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。在这边再次的恭喜，也要这个俄罗兰的乡长。感谢咱代表会支持。花坛乡公所强调，联合幼儿园以及艺文馆预计在112年完工，幼儿园就会当招收300名3岁到5岁幼童。艺文馆的部分除了提供共享、共生、共学等多功能亲子空间以外，部分空间将会作为办公厅舍，彻底解决现有乡公所老旧危险的困境。中华新闻张世良花坛采访报道。